虎扑8月12日讯，根据转会新闻网和米兰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， AC 米兰前锋库特罗内即将与球队的签下一份2023年到期的新合同。库特罗内是米兰今夏唯一留下的前锋， AC 米兰即将租借加盟塞维利亚，卡利尼奇转会到了马德里竞技，而巴卡也很有可能转会。伊瓜因则以先租后买的形式加盟了 AC 米兰，库特罗内会成为伊瓜因之后的选项。下赛季对20岁的库特罗内将至关重要，他会从伊瓜因身上学到更多的经验。转会市场网也透露，库特罗内的待遇在新合同中也有所提高。库特罗内9岁就来到了 AC 米兰，随着各级青训一直升到了乙队，